早安。早安。好了。明天握手会也是中粉。我明天握手会是中粉，中粉看起来比较凶。我喜欢对男生凶，我喜欢对男生很凶的感觉。我会摆臭脸，期待明天玲玲握手。你们不要确诊哦。你们不要确诊，我超怕有确诊的。今天的妆好看欸，今天的妆很好看，是你的眼光好奇怪，是我刚刚急着画完的，好看吗？我觉得还好欸，我觉得很怪，比较红一点。赶快，我直播不重要，握手会比较重要。可能是因为我今天换唇色吧，因为腮红的关系，可能是因为唇色的关系，因为我换口红，我换口红了，应该是口红颜色跟腮红颜色吧，也很重要啊。我还好啦，不要把我看得这么重要。我愿意不过也看你直播最好是啦。没关系，我没有去握手会，因为疫情嘛，还是怎样？对，为什么不去？欸，我觉得我现在的脸好成长，好成熟。我觉得我的脸中分真的越来越能驾驭中分，因为一开始中分的时候就觉得我的脸很圆，但是现在中分，我觉得我的脸变尖了，就是没有说到很圆，就是我觉得我的脸已经没有那么稚气了。谢谢不当不到送了梦幻下午茶，虽然有时候我还是会被说我一脸就是未满十八岁的样子，可是我已经要十八岁了。我在想我十八岁要怎么度过。我很想要请我妈包那个包金色三麦的肠。
听说包金色山脉的场一晚要10万元以上，但是那边很漂亮，而且那边的餐点就是不是说很贵，但是你这样点起来也蛮贵的。单点不贵，但是如果你点什么套餐或是点很多的话就很贵。我想要生日办在金色山脉，因为我弟之前生日就在金色山脉，我就很喜欢金色山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气氛吧。而且金色山脉刚创立的时候是我出生的时候，2004年。我跟你们说，我买了一个灰色的大雪季，它是熊熊的。然后我本来要买兔子的，可是兔子卖完了，所以只有熊熊的。然后这上衣也是熊熊的，喜欢熊熊。而且这个我想穿穿看，刚好又是熊熊。要买同款吗？家树跟我买同款。好想吃冰哦，我可以去拿冰来吃吗？为什么夏天买不到长袖吧？你可以冬天的时候再穿，不是啊，因为它真的很可爱，我怕就卖完了。而且它材质很舒服，这件500多，虾皮买的。我前几天在虾皮买东西，然后买了不小心买多了一件，然后结果卖不出去，哎，怎么办？我觉得退货很麻烦。虽然它不贵，但是我多买了一件，多买了一件，好烦哦。就多买一件，我去换啊。找到了，还加绒，真假的这件吗？我比较喜欢兔兔的，我觉得兔兔的比较可爱。可是卖完了，所以只有熊熊。我去换那件粉红色的衣服好了。你们等我一下，我现在有点热，等我一下。多买了这件，我就买了两件，剩下这件才这件粉红色的衣服才149，然后多买了一件就多了150块，150块。然后我要戴个项链，你们选，我戴4条项链好了。这个项链还没有在直播戴过，我喜欢这个项链，就是2层式，就是要两个圈。这件好看耶，对不对？然后我就买，然后没有人要买，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是说他们觉得安安跟我说他不是他的风格，但我不知道我都买了一件到底是要怎么办？你们要跟我买吗？没有啦，开玩笑的，你们也买不到，很 funny。这样配这项链就很好看，觉得你就很好看，而且它就是还是那种荷叶边的设计，而且这件很厚。它不是那种很薄的，我就想要再买另外一个颜色。谢谢晴湖的闪光星星，纽扣位就这样，
它就是一二三三个口子。像要爆开的，还好啦。衣服缝整理一下就好，它不会，我试过了，就是怎么试它都不会露出来，因为角度问题，就是它看起来好像要爆，但其实它没有。对，另外一件还好，但这件就比较快，我觉得是版型问题。它除了这个之外都很好。身材太好会爆开，我没有那个身材会爆开，我也想要有那个身材可以爆开。哎、欸，我买了一件，我跟你们说，我买了一件超级，我买了一件超级超级超级成熟，然后很像要去那种，我买了一个超级成熟，很像要去跑趴穿的衣服。可是我根本用不到，因为我就是不会穿出门啊。可是我就很想要穿那件衣服，然后等十八岁的时候拍照用。那件就是紧身黑裙，然后它下面是有那个下面是有绑带，然后就全黑紧身衣，然后搭靴子就很性感好看。我自己有穿过，就觉得蛮好看的。可是又不是说你平常穿出门，就是你平常穿出门也很奇怪，合照会穿。好像可以，合照会穿，好像可以。什么时候合照会啊？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合照会？对，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合照会。我怎么会不知道什么时候合照会？我太忙了。现在玲玲神推，玲玲神推赶过来了吗？玲玲神推赶过来了吗？6月18，我看一下。可以啊，6月18。6月18我可以穿给你们看，可是好像还没有订好衣服，就是姐姐们还没有叫我们把衣服给他们看，但我知不知道会不会过、欸、其实也没有说很性感，其实根本连露都没露，它只是很显身材，因为它是紧身的黑色的，这样很显瘦，然后很显身材，这样凹凸就是凹凸有致的感觉，这样然后搭一个长靴就很好看，还在外面呢，然后你这样看我直播，不要把我的声音放出来，很尴尬。反正他们也听不懂，因为他们是日本人，他们听不懂中文，好好笑，好好笑。我也是握手会前几天才知道我是5月22号，因为我5月21号有事，然后我就很紧张啊，都已经排好的时间，然后我就去看一下，我就好幸好是5月22，幸好是5月22，就幸好是5月22，幸好是5月22。我是一个不会。预先就是我是一个礼拜前才要知道我下礼拜要做什么事情，我不是一个月前知道下个月要做，除非是非常重大，握手会对我来说是重大没错，但是因为疫情，所以让我觉得要办不办会让我觉得很痛苦，所以我就没有把它放心上，我觉得好，那我下礼拜再知道握手会，因为我衣服都准备好，什么东西都准备好，我就等那一天到来，这样我已经准备好已经很久了，可是一直拖，所以我就渐渐淡忘这件事情了。放大屏幕让大家认识玲玲，日本人现在大多都听得懂中文哦，对啊，现在台日友好是这个原因吗？我今天的妆真的偏浓欸，不知道什么，我觉得是光线的问题，因为实际看好像没有很浓，还是因为是腮红，我觉得是因为口红的关系，还是眼影的关系，不知道，我觉得今天妆好怪。
带个，我去带个那个好了，发箍。等我一下，这样有点单调，然后浮夸一点。为什么要在我不在的时候送礼物？现在凌晨真的带你去流浪，带一下，这样啊，好看多了。好，我是不是要再带前面一点呢？是带前面。好，就这样。我最近买超多发箍的，我最近买了三个发箍，然后项链跟手链跟戒指。但是我跟你说，戒指我买一堆，然后结果戴得下只有一个而已，快气死了。然后我之前买了一个500块的戒指，给我不见了，它给我掉到地上，然后找不到了。500块哎，气死了！500块哎，它是我唯一戴得下的戒指，然后它500块要给我掉地上，500块掉地上不见了，烦死了，讨厌！现在零售都要带你去流浪，只带一个，不是啊，我就很难过，那个只唯一戴得下的戒指500块又不见了，生气，很贵耶。虾皮一个戒指才20几块而已，然后500块戒指给我不见，气死了！500块，哎，买便宜的戴就好啦，丢掉。不是啊，买便宜，我又在网络上买比较便宜，可是网络上买我又戴不下。算了，我真的很喜欢戒指，就是我很喜欢戒指，我也很喜欢手链，我也很喜欢贝雷帽，我也很喜欢宽裤，就是那种松垮垮的衣服。但是因为我身材啊，跟我身形跟太瘦小，所以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戴得好、戴得下，所以我东西很难买啊。有衣服都要买紧身的，然后裤子都要买 XXS， 然后买 XS 一定穿不下，然后戒指一定要戴纯银嘛，还是什么银的，因为比较小才戴得下，因为我手太小啦。500块的戒指算便宜耶，其实有更贵的，那种施华洛世奇的、跟蒂芙尼就更贵。但是一很贵，二我戴不下，如果都穿 XXXL。呵呵呵，笑他啦，他反正他现在不在啦，他很久没来看我直播了，我可以为所欲为。哎，为所就是 lacking 的一种，就是 lacking。大拇指可以，但是。有一些大拇指可以戴得下，但是食指就不行。大拇指我就只有两个大拇指，我买了好几个，就两个大拇指戴，这样就很难过啊！我就戴一下，只能戴这只手，就那一只而已。我就花了很多钱，我真的不会再买戒指了，因为真的太浪费钱。我那500块戒指根本就掉到地上，因为它小小的、细细的，就不见了。找不到了。每天换呢？算了，我不戴戒指了，我放弃了。我顶多项链，因为项链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项链只有太长的问题。而且项链它就是这样啊，就不会有那个问题啊。但戒指就会有，手链就会有，用手臂很细，所以
一定要就是买最小，然后还要去给别人做再小一点，就很麻烦。我们都是因为手太粗，男生吧，男生比较这问题，女生就是手太细。所以各位，我以后要结婚的时候，那个新郎要帮我选戒指的时候，一定很麻烦，要带我去试，不然结婚那天帮我戴戒指的时候就戴不下，就好笑了。而且我现在才知道订婚是戴中指，然后结婚是戴无名指，是吗？我不知道，我现在才知道，我以为都是戴中指，给最小的，然后结果我戴不下。虽然我不知道送戒指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定制。哎，这个到底要怎么戴好看呢？怎么戴比较好看？左手的无名指留给我，不要，我要留给我的。无名指是这只还是这只？很细，我觉得真的很细呀、啊，就是很细、啊。谢了浪客的比心。玲玲到时候应该也长大了吧？哎，很难说哦，就是这样吧，很难再长胖。哎，搞不好会变胖，很难吧？我觉得，反正就是很难买到我这适合我戒指，不知道。帮手增肥，玲玲皮肤真的很好。哎，怎么会突然讲这个话？你怎么会突然说玲玲皮肤真的很好？你说因为很近看都没有什么。这样吗？好了，其实我也是会长痘痘的，可是除非是吃太上火的东西，就是前几天我嗑了好几包魔芋爽，然后在半夜的时候吃海底捞出的冬粉，辣冬粉，然后很好吃，那个可是那一个要109元，那一小类似泡面的那个冬粉要109元。就是很好吃，然后又很辣，然后在半夜的时候吃了，然后隔天就长，在这边长一颗小小的痘痘，结果现在消了。然后昨天晚上这边被蚊子咬，红红的一块。我最近都3点多才睡，然后。下午才起床，羡慕蚊子，不用羡慕蚊子啦，我比较羡慕婷丽，我想要跟婷丽交换身份，我不想当婉，我觉得当婉玲很悲惨，因为当婉玲就是哦，因为当婉玲，因为当婉玲就很累啊，我觉得当我超累的，我也不想要，我觉得。好啦，我算幸福的啦。我觉得我也算是那种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吗？我觉得我还不满足，就是人一定都不满足现况，你 要不满足现况，我一直在玩我的项链，然后我项链一直掉下去，就很好笑。
我要自己存钱才能买我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爸妈都不会，就除了吃以外，但是我觉得我吃的蛮好，就是我今天吃草味卷，然后我爸买了泡面，然后说怎么又吃泡面，说我哪像你吃这么好，可是我觉得在我眼里草味卷就是一个普通的东西而已，这样，就是我爸过得比我还要悲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怎么会过得比我爸好呢？你想当谁？我想当谁 TP 里面选一个人嘛，我想当林杰吧，我真的很想当林杰，不然就是谢谢大家的红玫瑰，我真的想当林杰，我是真的很想当林杰。对，从一开始我就在嚷嚷着我想当林杰。就是他就是一个，他是人生胜利组嘛，就是人们的口中的人生胜利组。人生胜利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人生胜利组是因为就是家庭背景好，然后学历高，长得漂亮，身材好，是这样的，然后多才多艺，聪明，就是各个你们能想到人生胜利组的资源，就想当人生胜利组，非常想当人生胜利组，谁不想当人生胜利组？我想当人生胜利组，我真的是缺我身高欸，我觉得我缺身高跟我的脑袋，我觉得我真的蛮笨的，蛮白目的，对对对，我想要聪明一点的，我觉得我智商可能可以再高一点吧，哈哈，我觉得我智商太低了。我觉得我智商太低是一个什么言论？现实是残酷的。哦，我的项链又掉了。郭台铭的儿子就是人生胜利组，我不想要当郭台铭的儿子，我想要当……不行，我这样讲我爸会生气，说哈，不想当我女儿，想当谁的女儿？这样，没有了，我想当那个孙芸芸的女儿，哈哈，玲玲很聪明啊，哪有？我觉得我超笨的。我觉得有啊，我觉得我蛮聪明的。有时候我会想办法得到我想要的，就是我会想办法，我会问路人，我不会，我会问路人。就可能手机不见，手机掉了，然后我会问路人，然后打给。那个人，然后请他帮我走，就是反正我也想办法吧，但是有时候还是蛮笨的。不懂得变通，谢谢膝盖帮我红玫瑰，你很聪明啊，最好是啊，没有，我不需要你们来增加我自信，没有就是没有，有就是有。我觉得小聪明我也没有啊，我觉得我没有小聪明。我也想要有小聪明，但我没有不择手段啊，我就是用一些正当的方法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啊。就好比说有些人就会哭着闹着跟爸妈说我想要那个，我想要那个，然后我想要吃什么，我想要吃什么，可是我就会想办法，然后不然就存钱，要不然就是我自己赚钱，然后存钱，然后买我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他们爸妈就会没话说。可是有时候爸妈会因为就是觉得自己小孩好像怎么自己用的东西好像比较好，然后就有那种嫉妒心，他说哦，哪像你每天这样吃这么好，这样，然后就开始念你说什么，哦，乱花钱，但是我就会呛他们说是我自己赚的啊，你凭什么来跟我说我不能花什么，对，虽然我妈也叫我就是存钱不要乱花钱，可是我妈也会乱花钱，对啊，很好笑，就是。希望我女儿以后也可以，因为我很有经验的感觉。什么叫很有经验的感觉？什么意思？你说哪方面？很有经验的感觉，我觉得我也没有很有经验。我也想要变成很有经验，我也很想要很多经验，但就是还没啊。我要学的东西还很多，每天学习，这样。下午好。Hello 志宏 ，Hello 小一，
小易。谢谢告白叫尬叫告，居然说你没问题的，我觉得我蛮有问题。人生就是不停的学习，但我真的觉得疫情期间会让我觉得，就是疫情期间会让我变得很，让我们人不是我，没有啊，小易，因为你刚刚来看我直播，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所以我念你的名字，没事没事，没事没事。Hey, what's up? N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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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hing. Hey, what's up?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我真的觉得翻成中文很好笑。没事没事，好，我继续讲。好，我去没事，没事。哎，我刚刚讲什么？我刚刚讲什么？哦，疫情期间让我们人变得很不知所措吧，就是没有办法去哪里，然后你也不知道可以干。就要找东西精进自己，可是你又找不到东西精进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变得很彷徨。对，像我这段时间就很彷徨，就是没工作，也没有，因为培训什么都暂停了，因为疫情，所以你就会变得很彷徨，就不知道自己这样到底每天干嘛？难道与病毒共存就是这样吗？这样就很怀疑啊，人生。哎，你们有听 Forever 啊？不是你们，不是你们有听那个吗？那个 Pink Fang 的新歌，说可以，可以呀、啊。你有听 Pink Fang 新歌吗？谢谢西米露跟不爱送的红玫瑰。谢谢博爱的比心。哎，怎么跳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徐凯不离呀，不离不离不离。这首歌真的很洗脑我，很洗脑我，很烦。他抖音一滑就是都这个，他抖音滑都这个哎、欸。可是真的很烦，就真的很烦，可是很洗脑，就很讨厌啊，就跟之前那个什么热爱105度的你那个一样，一模一样，哦、就很烦，可是就很洗脑啊，很烦。就一直被 K-pop 洗脑，那个 Love Die 跟那个 The Seraphim 的那个，很烦，一直被洗脑。还是被 Tomboy 很烦，我一直被这三首歌洗脑。还有那个 Run 什么的，那个 OK 那个很烦，超烦的。你们粉丝可能都没有听过这几首歌，然后是因为我们小偶像翻拍的 cover， 然后你们。就跟着听才知道这首歌的。哇哒哒也很洗脑，哇哒哒。哇哒哒也很洗脑，超洗脑的。你们觉得 rumor 很难吗？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简单哎、欸。它没有简单，但它也没有到很难，就是学了之后就好了。就是你只要是有舞蹈底子的，不管是不是有 locking 的舞蹈底子还是怎样，反正你只要是有舞蹈底子，然后韵律感是够的，你是学得起来的，
对，我自己这样学下来，我觉得其实没有很难，没有想象中的难，但它也不简单。就是我也没有说我跳得很好，但它的确是练得起来的。对，你努力练是练得起来的。这样，你们想看我跳吗？有机会吧。我在思考要不要放，因为我怕我放出来，有人会骂我说你跳那么烂还敢放，这样。反正是我觉得就是要很帅气这样，但是帅气我不喜欢，我不喜欢帅气的风格，因为我觉得我这样会不会有刻板印象？但我觉得就是我就是甜美啊，自己讲，就是我就是一直定位属于我不是帅气的，所以也不是中性的，所以我就是不会想去挑战那些，就是我也不会想，因为我不喜欢那个风格。就是没有不好，那是我自己主观意识说我不喜欢那个，就比较我不喜欢帅气一点的风格，我喜欢甜美可爱的，或是比较女人味一点的风格，就是广受众比较广吧，我觉得。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本家最近都一直推出那种比较帅气的风格，可能是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怕这样看可爱看到腻吧。但是我觉得还好吧。也可以比较可爱啊，也可以走比较成熟。就是为什么最近本家都是往帅气的风路线走？K-pop 也是帅气路线是吗？我觉得，可是 K-pop 的帅气没有完全帅气，就是 K-pop 的帅气是啦，但是说 BLACKPINK 那种帅气的话，我不很喜欢。就是 BLACKPINK 他们的帅气没有说是完全帅气，本家也在迷路，就是他们的帅气带点酷酷的感觉，这样。可是我喜欢那种酷酷的帅气，不喜欢那种帅气，就是很难讲，我不知道。反正我喜欢的帅气。是带有点女人味的帅气，不是完全的帅气。就完全的帅气好像很男生，就很男生呢、啊。就我不喜欢太男生，我不喜欢我自己太男生，不是不喜欢男生，是我不喜欢我自己太男生。就我连个性都是一整个很女孩这样。充满了粉红色泡泡，本家也在比目鱼，然后本家不是有出那个吗？我觉得这个动作很迷耶，就是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看到这个动作，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编舞要做这个动作，这动作很怪。对，我觉得这动作很怪，其他都好很好，但是这个动作我就觉得怪。还是你们觉得这动作很可爱？我觉得动作很怪欸，自己觉得。哒嘎啦哒嘎啦哒嘎啦，是这样唱吗？但后面那个哒嘎啦那个很洗脑，也很洗脑，但很好看欸。你说这个，我觉得这还好。我觉得是动作好，很特别，很特别，好不好？很特别。打卡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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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打卡啦。我不知道，我有听过这首歌啊，前男友吗？中文是前男友。谢谢路送的缘分相遇。哇塞，今天超少人来看诶，超少人。其实说真的，我觉得少人来看直播不会有压力，就是一群少少的人来聊天就不会有什么压力，就
就跟39个人聊天，因为现在39个人来看我直播，39个人，40了，现在跟40人聊天，没有什么压力的存在。我觉得要100多人我才会有压力的存在，现在聊天完全不会有压力。我现在很轻松的做自己，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没有啦，开玩笑。很多人都在握手会吧？对啊，就我这些单身时间不，大家都在握手会。因为我只有一步，所以我只有一天，就是明天。我今天晚上还有事情，希望我今天可以早点睡觉。希望我今天可以早点睡觉，不要再半夜了。我现在，像我就没去，太宅还是怕疫情。如果我是粉丝的话，我也不会想去，我就真的不会想去。谢谢小强的早安宝宝。像如如那时候。明天直播，其实我也不知道明天直播到底要干嘛，我真的不知道明天直播到底要干嘛。哦，就是我刚刚说什么哦，如如，如果如如如如他现在应该不敢来看我。我记得印象中他有跟我说，他没有办法来看公演，是因为他想要存钱，然后买握手会跟合照会票。然后结果现在就是没有推我了。然后我觉得他现在也不敢来找我了吧？就是而且他真的来找我的话，我也不想跟我也不想理他，因为我觉得很尴尬。明天应该七点就要起床吧？我没有，我要起来化妆准备。我想一下，我应该五点设五点半到六点的闹钟，五点半6点45这样。我想要设三个闹钟，然后不同中间的时段点，就是可能从五点开始，然后我真的会起不来，我可能会迟到。为什么会尴尬？你们不知道我是一个很怕尴尬的人吗？我是你们认识我这么久，你们应该也要清楚我的个性。因为我跟你们说，我是真的很怕尴尬，因为你们，因为我的工作是小偶像，可能在你们面前不会表现出这种感觉，但是其实我私底下的人是一个很尴尬的，很怕尴尬，很害羞的人，就是很尴尬，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一个很怕尴尬，而且我要去揣测别人的心里在想什么，我就很尴尬。觉得很尴尬，然后小朋友都很怕尴尬，就很尴尬。我不知道哎，我是一个很怕尴尬的人。我没有在帮他打广告。小易说：“我想你克服这个问题。你要，笑死你们！真的在教我？没有啦，就是，哎，就是，我也很久没喝麦香了，因为自从离开学校之后，就没有再喝过麦香了。因为都学校便利商店卖的都10块一瓶，很便宜啊。现在都不喝，现在都喝贵了，因为现在就是要求生活品质，就不会再喝那种10块饮料，现在都喝。”回去60几块的，69块红柚翡翠，哎、欸，很贵哎，龟记很贵，龟记最贵的饮料红柚翡翠69，哎，很贵。玲玲现在发达了没有？发达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没有发达。我真的没有发达，我现在才17岁而已。没有，我没有财富自
不是，我没有财富自由，我真的很穷，我是一个学生，我真的没有，我也希望我财富自由，我也希望我财富自由，就是，但我觉得我可以再聪明一点，不然我怕我太笨，然后我以后出社会被骗，我真的怕我太笨，然后出社会被骗，就会骗你投资，然后骗你户头这样。就听说就有听说新闻，就有人被骗五十几万这样。我不会被骗啊！我要再要聪明一点哎。现在凌晨就要带你去流浪。但我目前还是没有这个经历，就我比较聪明一点，就是我会找朋友问，我会先找朋友问。玲玲现在已经出社会了吧？算吗？算还没有完全吧，因为妈妈，因为我还是很，就是我现在完也没有完全出社会。我觉得完全出社会应该是要一你要经济独立，然后独立以外是家人不会给你钱，你反而要包给家人钱，然后自己找工作，然后稳定收入，然后自己出去住。我觉得自己出去住是另外啦，可以住家里，但是我觉得我要出去住，我觉得我还没有完全的出社会，但就是半一半，就是可能我已经在职场工作啊，在 TP 这里边，但是别人可能还在可能找工作吧，就是我比别人在更近，在更快，但是我没有说完全这样。不是啊，才对我来讲，独立是你自己去照顾你自己之外，你有其他能力，你才能再去给就是照顾家人这样。然后财富自由，我觉得财富自由对我来说是你不需要去太 care， 就是我觉得还是会 care， 但你不会去太 care 说这个价值跟这个价格，就是你可以想要什么你就做，然后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就是可能我现在想要出国留学，然后 我可能是需要要么就是银行，要么就是跟依靠家人，要么就是存钱。但是财富如果是财富自由对我来讲，就是你不需要去 care 任何，你就马上隔天订完机票马上就可以走人的那一种。就对我来说是两个差别这样。对啊，就是我觉得可以啊，就可能好，我觉得好，可能一块，你有一块，哎，一块这数字有点少，可能好，我来讲一千好了，一千块，然后你一千块这样子，然后别人在网上买了一个只需要850的东西，然后卖给你，转卖给你，可是他卖一千块，你不是就白白被骗了那200多块吗？虽然那金额很小，但他还是赚你的钱，这好像是一种商业手法吧，但是这也不算骗，但是对我来讲这种是算骗吗？我不知道，但是应该这算是一个商业手法，反正他就是赚了你的钱这样，应该是这样讲。可是另外一种比较扯，是你亏的话，那应该是说投资啊，就是可能会别人骗你投资啊什么，然后你就会相信了，然后就可能投资什么比特币之类的，然后可是那个来路是不正当的，然后你被骗了，你就转汇钱给他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不是啊，我觉得我跟猫猫聪明的点不一样，就是因为其实笨笨猫猫的聪明是灵机一变聪明，可是猫猫要我不知道猫猫有没有跟你分享他被网络，他玩游戏然后被骗钱的故事，我不知道猫猫跟你们说过猫猫跟你们说分享过他玩游戏被骗钱的故事吗？就是他真的很笨，好不好？不要想猫猫也不聪明啊，不要说很笨了，好不好？至少我懂，就是至少我知道这些，至少我会问别人。但猫猫真的是他有笨的时候，好吗？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笨的时候，刚好我笨而已，刚好我笨的时候被西亚看到，所以他才说我是笨版的猫猫。好。
好比说，好比不是，好比说买游戏嘛，男生不是都喜欢买游戏吗？哎，我不知道他没有讲是好，我来分享一个案例，就是新闻案例，新闻案例就是不是新闻案例，新闻案例就是现在不是小朋友都喜欢玩游戏嘛，然后不是会买那个氪金嘛，啊，有些账号就骗你买那些钱，然后结果骗你买那些那个氪金的那些商品，然后结果你给了钱，然后你汇进来的，然后他账号直接消失。对啊，假如说你在网上买到假货，然后你要求退款，然后那个人就一要么就不让你退，要么就是让你退，但是你已经把货寄给他，但他没有把钱汇给你。我有发生过这件事情，就是我要退货，然后我就请他汇钱给我，但是我很怕，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退过货，然后就请朋友教我怎么退货，这样。我就请朋友教我怎么退货，所以我就退出去，就把那个货寄给他，但是我就很怕他不把钱寄给我。可是幸好我遇到的是一个良心卖家，他在他说的时间点把钱汇给我了，然后我当时去查我的账号，也他的确是有汇给我，所以就还蛮幸运的。而且那笔数字还不小也不大，就是算是不算是没有很算是蛮多的这样。我就会觉得幸好遇到是一个良心的卖家，然后因为那时候我看他在卖场上面说是可你不喜欢可以全部退款这样子，所以真的我觉得在网络上面买东西有一定它的风险这样。所以就是所以我现在都只敢买衣服，因为衣服最没有危险性，它一件就几百块，然后人家就几百块，就是你对我来说，在网络上买衣服不会有穿不下的问题，除非买裤子，因为只要买紧身的是我一定穿得下，所以在网上买衣服对我来说是不会有任何危险性的。浪也有啊，我不知道浪，我没有在关注浪，挺正常的。像我妈就很好笑啊，我妈就在网络上面买东西，然后结果她买东西寄过来不是她要的东西，零增长经验了。我怎么会来跟你们分享这件事情啊？我就是现在社会上很多这种诈骗的诈骗集团，现在还有诈骗集团吗？现在还有诈骗集团吗？零零增长金，毕竟我也要十八了，因为十八岁就有法律责任啊，啊，十八岁就要负责的事情又更多了，嗯，很可怕，欸，我真的很怕我以后怎么办，而且我也很怕我找不到工作，就是各种害怕，各种害怕，感到焦虑，怕我以后的未来，怕我以后吃不饱饭，我也不想要每天都吃泡面。而且我跟你们说，就是我跟你们说，我没有去吃过诈骗一大堆女生，还是要小心骗色是小子，通常安分守己的商家都会退货吧？对，没错，但是他会让你退，但是他不会把钱汇给你，很扯吧？真的有这种，真的会有这种，然后你下一秒你就看不到他的账号了，或是你可以。没有，那时候我朋友就有教我说，你要不要先截图，就是我把他的那个对话栏全部截图，然后他说，我朋友就跟我说，如果他不把钱退给你的话，你就走法律途径这样。就觉得也不止女生要小心吧，男生也会吧，那种小帅哥也会，像我弟啊，我弟就是很容易被骗。不要以为我弟是男生的，我家里是一个很性别刻板印象很严重的家庭。就我妈她觉得说女生就是不能太晚回家，这是一定，就是
传统，我妈是一个蛮传统的，就是她对我就是一个传统，可是对男生就是，妈是男生，你是女生。我妈就会跟我说，她是男生，你是女生。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我觉得男生也会，尤其那种年纪小小那小帅哥那种小男生，也很容易被骗的。像我弟都被偷，我不知道我跟你讲过，有一次我弟在练舞，然后他在练舞的时候，他的包包就是被打开的，然后钱包就放在里面。然后他只是就是带了一些钱去便利商店买个东西，他回来他1000块就被偷走了。我还没有被偷钱过，重男轻女，那个不是重男轻女啦，那个是女生是吗？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这么的夸张嘛。就是我不喜欢被说因为他是男生你是女生。比较宠玲玲吗？我妈比较宠我，我妈比较宠我，然后我妈比较宠我，然后我爸比较宠我弟。对，我爸对我弟比较好，就是我爸比较宠我弟，然后我妈比较宠我这样。但如果是要对啊，我觉得我弟比较被宠、欸，我觉得我弟比较被宠哎、欸。而且我觉得我弟弟很可怜，因为他都会跑来跟我要生活费，就是他会跑来跟我要零用钱，他说姐姐我今天要跟朋友去吃火锅这样，然后你可以先借我钱，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哈哈，我就很想笑他，说哈哈哈哈哈这样，我就笑他。因为交男生交女朋友嘛，是要请客什么的，可能我弟因为有女朋友爆我弟的料，可是妈妈比较有钱，被妈妈宠比较好吧。可是没有欸，我觉得我妈也不是说我想要什么就会给我什么，我觉得我妈对她不是这种，真的没有。手机费啊什么的，他都要计较手机费啊，什么保险费啊，什么健保卡什么那些费用，就算了，因为那些是从我出生以来就是需要付的，什么人民纳税那些是从出生就要付的，但是额外那些娱乐费啊什么的，他不会给我。谢谢 Licky 的闪光星星。弟弟的女友可不可爱？她不是可爱型的，她是那种成熟、很辣妹风的那种感觉，就是会让觉得很成，太超龄了，就是很像陷阱妹。你们知道陷阱妹是怎样吗？就是有点那种很辣的那种辣妹感觉，就是啊辣妹，就是看到这个妹妹会觉得是哎呦辣妹哦的那种。对，可是我弟喜欢可爱，然后。刘海，我弟喜欢可爱，然后空气刘海，然后小小只的这种。可是他交的跟他暧昧过的对象都是比较不是他喜欢的风格这样。可是他有交往过一个是他喜欢的型的女生，但是国中的时候这样。对，全身黑，然后戴银眼这样，然后黑丝袜，然后这样拍照，然后那个拍照都一定要打那个在天很黑的时候，然后闪光灯，然后在那个铁门前面这样，然后开闪光灯，然后眼睛就会变得很不同颜色这样，然后全黑，你们能想象，就好像国中是台湾八家酒那种感觉。但是他，
我不知道，也就不可爱，我自己觉得还好，就不是我喜欢的型了。不是我喜欢的型。他有交过一个女友，就是还不错，条件都还不错，这样。我弟有交过，但是不知道哎、欸，但是最后好像分手。我现在都在爆我弟的料哎、欸，天哪！对啊，因为我弟可以想干嘛，我弟可以哄，因为他是男生啊，他是男生啊，就没有关系这样。找就是跟我妈讲，因为他是男生啊，这样没差，反正他又没有签约，他也没有进爱的，应该没差。他没差，第一交女朋友也要给姐姐，不用啦，就玩玩而已啊，小孩子玩玩而已，不需要给我审核。除非是真的要论及婚嫁，我才要审核。那我那种学生时期的，给他玩玩就好了，这样就过了。你们喜欢听我抱怨我弟吗？笑死！然后，对，而且我觉得我爸也会审核一下，我妈也会审核一下吧，这样。我爸应该蛮严格的哦。而且我弟是渣男型的那种，我觉得啦，就是对每个女生都很好，中央空调。可是我弟跟我说过，他也没有把他控制他自己这样子，他就是每个都女朋友。你知道好像有些男生就是每个都女朋友这样子，我觉得我弟就是这种，我觉得很好笑哎、欸，叫弟弟找真挚一点的女人。我觉得林神他可能我觉得林神太可能要教一下我弟，因为林神太感觉眼光还不错，这样，笑死！真的，有些男生的就是对每个女生都好，然后都是女朋友，然后不承认自己是渣男，这样很酷哎、欸。我觉得我弟就是这种。对女生长相很有要求，就是我就把那个酷炫的女友照片给我弟看，然后我跟他说这是御姐型，然后我弟又说哦，我弟都翻个白眼说，哎呦不喜欢啊，这什么啊，谁啊，这样，我弟就一脸生气。所以我觉得我弟是那一种，就是没有跟，就是他是那一种，就看照片他就不喜欢你，但是他跟你相处之后，他会看个性啊，我觉得他是会看个性的。如果男生都是帅哥的话，就是也不会人帅。对啊，我也想当帅哥，帅哥感觉很爽，当帅哥感觉很爽，当正妹很辛苦。哎、欸，我没有当过正妹，我不知道。当正妹，有人说觉得当正妹很轻松，可是，如果当正妹你有脸，然后不聪明的话，就会被骗，就会被男生骗，这样。是我妈教我的。哎，西安的头贴还是用我的头贴，好开心哦。正妹保养跟维持很辛苦啊，还好吧，底子好，不需要保养什么，老了再保养会不会来不及？底子好就好啦。不然就靠化妆，但我觉得底子好比较重要。然后化妆的是在学，可是有时候如果你底子好，但是不会化妆的话，
蛮吃亏的。像我这样，保养不重要吗？像我觉得，就不需要过度的保养，因为我觉得我的皮肤就不适合过度保养。反而有时候过度保养会太保湿，然后太保湿会长粉刺或是长肉芽。那你还年轻不需要而已吧，我还是会保养啦，但是我选择的保养品就是偏熟龄的那种，就我可能会用兰蔻啊，就这样。可是大家对兰蔻的印象都是那种比较轻熟女这样，可是我就已经用到兰蔻了，对，我觉得兰蔻很好用啊。我觉得用专柜的保养品比较好，因为一最贴近皮肤，所以比较保障。像我妈就是用网络品牌这样，是网络品牌，反正她不是用，她之前是用假善黛的，但是她用一用就换成另外一个比较便宜的，叫洁洛尼斯。然后我就跟着我妈一起用洁洛尼斯，我就觉得也蛮好用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不需要太贵的，用到真的专柜，可是我还是会选择专柜的，因为品质比较有保障。谁敢用那种一用就过敏的乳液呀？谁敢用兰蔻真的是名贵？谁会用那个啊？现在很多，我跟你们说，哦，现在谁会用？哦，超级推荐的兰蔻零粉感，超持久。哎，这个我用很久了，而且我们团就很多人来，品涵也来用，然后彩洁、品涵、彩洁、佳丽、安安，跟我跟妮妮都来用，就。它的质地就我想用，它的质地就是很水，然后很轻薄，然后不脱妆，然后它到你有点出油的时候会有点光泽感，这样就很好用啊。我觉得我会再入手一罐，就是等这个用完，而且我已经用很久。兰蔻，哎，其实兰蔻在台湾的代言蛮多的，就是小黑瓶，还有小黑瓶还是什么？小黑瓶，我要怎么叫兰蔻找我们代言呢、啊？我们又没有，我没有，我们我后面他们的电话，兰蔻应该不会找我们的，比较他的年龄层。谢谢零零神队的带你去流浪。现在兰蔻又慢慢出一些比较适合我们。年纪比较轻的女生，就是年轻的女生这样。因为我有一支口红是兰蔻的，然后我就觉得，办公室在101二十几楼，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玲玲多多推广他们的商品，啊，他们会看我直播是不是？你现在在给谁看我直播？好，你现在搞到玲玲全推可以推荐啊，跟别人推荐我。然后看我直播，看用什么商品，然后找代言。我刚刚说什么忘记了？我忘记我讲什么？哎呦，你们忘记？哦，嗨，我忘记要讲什么了？我要讲什么？我忘记我要讲什么了？讨厌。哦，IG 是 IG 吗？我在我讲了一个，我想讲到哪里呀、啊？讲到哪里啊？等一下，都忘记了。哦，口红。我觉得他们有出一个比较多给你 for 年轻的女生，这样认识的人多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啊？小紫说以前业务，那小紫快点，小紫透过业务关系推荐 TP，这样现在林神推的蛋区，这不是人脉一种。人脉很重要，是不是？我觉得人脉很重要，很多人都跟我说人脉很重要，我妈也跟我说人脉很重要，但我妈说还要靠，我妈一直跟我说要靠自己，这样。我妈就教我，我妈就说要靠自己，她就说，我妈都
教我说女生要靠自己这样子。我妈就跟我说，她下辈子决定不结婚。我爸说，她说，哦，我决定我下辈子要当一个超级无敌强的女强人。我妈就跟我说这样，我妈就教我，她就说女生要那个坚强的独立，什么独立自主这样。我妈教我的，对，妈妈觉得，对啊，我妈教我的，我家人都这样教我的啊，我家人都这样教我的，而且我还蛮庆幸的，就是家人从来没有跟我说，就是哦，赶快嫁出去啊，他们没有，完全没有这样跟我讲，反而他们就是教我要独当一面，这样我蛮开心的。不是，因为我不是因为我妈她哦哟，不是，没有，不是。不是，是因为我妈她跟我说，她喜欢靠自己的感觉，这样。笑死我朋友妈妈也跟我朋友也跟我说，她妈妈就是超级厉害的女强人，这样。我下辈子想当帅哥，我下辈子想当帅哥，然后交很多女朋友。我真的想当帅哥，我很想要当体验帅哥的一天，感觉帅哥的一天就很轻松啊。我也想当帅哥，我想跟弟弟交换身份一天，然后弟弟来当我看看。我也想当帅哥。想抓一下，对，想抓一下。女生有能力就不怕，就是我好像听一个，我在看抖音，我在滑抖音，然后在抖音有时候有一些知识的养分在，就是滑一滑抖音那种小短片，就会教你一些道理什么的。然后我就看到张钧甯说，让女生经济独立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心情不好，你可以马上订机票飞出国啊，你可以想干嘛就干嘛，你不需要依靠任何人啊什么，你就有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什么东西什么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女强人太多了。然后女强人就会去，然后女强人就会去养小白脸。我想到那个小白脸，小白脸，我觉得我弟没有啊，我觉得我弟他喜欢妹妹型的，他不喜欢姐姐型的，因为家里就一个姐姐了，我觉得我弟会疯掉。我也想当财富自由的真，我想要当财富自由的帅哥，哈哈，我想要当财富自由的帅哥，然后开着超跑，然后去接女生下班，然后跟她说你不用上班了，你和我一样，这样就很帅的感觉啊，很拉风，没有啊，我开玩笑，就很酷啊，财富自由的真美的感觉，可能就无忧无虑啦，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就是一个泡澡的行程，然后按摩，然后去弄。去按摩，按摩完去喝一个下午茶，然后逛个街，这样。还有那司机仔，这样。我想当个财富自由的废物。会被很多坏女生围着。哦，对啊，对，对啊，是吧？坏女生就是要懂得选人啊，就会挑，还是要挑一下，你知道吗？不是随便哦，对，都可以花心一下，这样还是要挑人的。谢谢林晨推的带你去流浪。你知道吗？就是最近鬼酒办一个活动，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品牌他们介绍活动，然后他们可以就是去台湾，好像台湾
全部把自己家的连锁柜自己饮料店买一杯饮料，然后就帮你盖个章，然后就可以换一台机车。然后就跟我爸说，然后我爸就说那要骗人的，我就跟他说那是真的，你只要集满，他就有一台这样。我爸就说不玩这东西，可是我觉得，哎，你就骑着你 GoGoRo 从台北出发，像全台绕一圈买一杯饮料，就可以换一台机车。可是你这样算，好，我们算一杯的饮料钱呢、啊？我们算，反正买便宜最便宜哈，我们算40块，然后八十几减吧，40。哎，其实这样子80乘40等于多少？80，我们算80啦，40多少啊？快点，然后谁数学八十，这样2万多。哎，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也可以自己买一台机车，不需要去绕全台耶。对啊，我这样觉得，其实如果要换，为什么不3200？那也还好啊。那我真的觉得非常值，划算哎！我真的觉得有兴趣可以去玩玩看。如果是我，还会想要玩玩看哎。嗯，对啊，但是你要想想看哦，全台80几家，你要跑完，然后买一杯饮料，但是我不知道那一杯饮料的价钱有没有限制，有没有限金额，但感觉挺划算的哎。对啊，你们要不要去玩玩看？哎 感觉很酷哎，真的很酷。然后你就可以把，我跟你们说，然后你们就可以把那个，如果真的有集满，然后就换来一台机车，你们就可以把它卖掉，卖掉搞不好又可以赚钱，然后就可以买汽车了，就可以买汽车了。没接到业配真的很，要有时间啊，全台跑完。不知道要几天，可以请亲戚朋友啊，就一起集。卖掉玲玲的握手券，我是卖掉买玲玲的，卖掉买玲玲的握手券。哦，不值得，不值得，我真的觉得非常不值得。以一个理性消费的角度来看，不值得，不值得。我是一个。不会推崇要追星的人，但是我自己既然当小偶像，所以我就觉得好两难哦，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这是一个非常两难的抉择，不知道哎，不划算，不划算。但现在其实买车蛮划算的，贷款就好，二手的。现在不是很多二手的车吗？中古车，买卖中古车，就像好车大联盟，好车大联盟，我没有在帮他打广告。范小偶像像，有时候就不理性了，要理性，要理性。哎，像女生有时候也不理性，看到一些小东西就想买，但她其实不是需要，是想要。像我的衣服多到就是不需要买，但是我还是很想买，因为女生用衣柜永远是一个无底洞，你们知道吗？就是你买了100件衣服，你还是会觉得你衣服很少，就是不嫌多的，对啊，再卖掉就好啦，就是是可以的。他们是给你多少钱帮女生？没有，不是。我刚刚想到中古车，然后就想到这个广告。我没有，没有给我钱，没有。我觉得很好笑，没有，就是广告一直播，然后洗脑我，然后让我想到中古车，就想到他们家，超车打电吗？我不知道，很好笑。就买9成新的那种啊，像有时候女生买包包也会买二手的，你已经穿过又增加价值了。对啊，就是什么穿过哦衣服哦，女生有时候买包包也会买二手的，可能市场售价可能5万好了，然后二手可能就折个。如果它没有涨的话，它可以砍半到3万多，甚至2万多，二手的，一个
50,000的，然后二手可以卖到20,000多或30,000多，便宜的话了。林穿过的可以卖粉丝 TP 粉丝好爱活动穿女装哦，但是我没有途径可以给你们买，我没有这个途径，你们我没有，我不会，我不要，我很怪很怪耶。好啦，我知道，如果你们有女儿的话啦，我可以，女儿的话可以，但你们不行。哎，笑死！我现在都是四万多，我不要吗？也不是说我不要，应该说我穿不下，不然就是不适合我的衣服，然后我就会送给别人。我朋友超开心的，就是我把一个独角兽，就是我之前不是有穿一个白色 T 恤，白色大学 T 的独角兽，有个独角兽的那个图案的嘛。然后因为我觉得有点一我穿过，二它的材质不是我喜欢的，然后它的图案太可爱了。然后我就把它送给我朋友，然后哎，他超喜欢的，他说我超爱的，然后他就拿去打工穿。然后我妈就开始检查我要送她什么衣服，然后我妈就把我很多衣服都拿走，就我妈就把我很多要给她衣服拿走，她说这还可以穿啊，为什么不穿？这个不穿你不穿给我穿啊？这样，我妈说你衣服不穿给我穿，这样。小贝贝，小贝贝是怎样？你可以找玲玲找到财富密码，什么财富密码？什么东西？你说衣服吗？什么财富密码？没有，我是送给别人，我根本没有找到什么财富密码。不会，我才不要，我不要让我的私人物品广泛流出，很不要，我真的觉得很没隐私，不要，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好想赶快换床单哦！我想要换成马车那个床单，我很爱马车。我想到我生日提有马车，我非常的兴奋。我比较痒。我不会换床单，因为我从出生到现在还没有换过床单。淋的衣服妈妈淋的应该穿得下、啊。我有时候还会去我妈那边找衣服哎、欸，啊，不想要。我还会偷带我妈妈的东西。之前我不是有带过一个那个古驰的帽子嘛，然后我妈有一次我就偷偷带出门，然后被我妈看到，超好笑！我带我带出门，然后故意带给她看，然后她就很生气。她说她有没有很生气啊？就看了我一下，说你带出门干嘛？我说反正你不带，你就放着浪费啊。她说我都没带几次，你要不要被偷啊什么？然后我说那你买了不带干嘛、啊？我带你也骂我，我只是帮你好家里用这个东西，然后他就不让我带，他就摆着，然后不带，然后他就什么东西都摆着，然后都不带，然后又不用，然后摆着，然后发霉，然后偶尔拿出来踩一踩又放回去，然后他就不要，我都不懂我在想什么，我真的觉得我妈很奇怪，我觉得我的奇怪是遗传到我妈，我真的觉得我妈很奇怪，我妈是一个奇怪的人，女人。妈妈
差不多欸，我跟我妈差不多，我妈高一点，我妈身材比我好，我妈就是瘦归瘦，但我妈的身材超好的，还有低欸，我没有，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她有生过小孩的关系，但是她身材还是很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她明明就很瘦，而且我妈是瘦归瘦，但她身材真的很好，但我没有遗传到我妈的身材，我很难过。我也想要，我妈真的身材很好，我没有开玩笑。这个床单是升级版小贝贝吧？贵妇的东西是拿来展示跟擦一擦用的啦，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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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不是啊，没有道理啊。她也没有说很多。如果你有十个以上，如果你有十个以上的 Hermes，然后摆着不用就算了，你就是。收藏，但是你只有你没有 Hermes，然后你只有那几手指头数得出来的那几个包包，然后还不用，我就觉得到底什么意思？就是你懂吗？就是有等级的，但他不是贵妇，所以我就很生气。你就是一个明明就是一个普通，然后普通人，然后还就觉得普通人，然后买东西然后不用，我就觉得到底像我也不会这样子啊，我也不会这样子啊，到底我不知道欸，到底是什么意思？天生丽质，你说我妈妈？现在你们的红玫瑰，不是啊？因为我只是想要跟你们讲一下，她真的很厉害。我妈应该不会生气，还好啦，还好啦，还好啦，不会有这个问题的。这是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她炫耀、值得炫耀性。对啊，毕竟我妈她也是一个，毕竟我妈。生过两个小孩，对啊，而且，不是生小孩就变胖吗？昆凌啊，昆凌都学习的超好的，就觉得，我觉得女生年纪，哦，我不知道香奈儿，哎，不是香奈儿，不是可可香奈儿，是奥黛丽赫本。奥黛丽赫本说过一句话，她说什么？女生20岁以前的外貌是上天给你的，什么？你现在25岁以后的外貌是自己给自己的，对，就是25岁以后就是什么胶原蛋白不是会流失掉嘛？然后这时候如果你还是很漂亮，就代表你有可能有保养有方，或是自己有打理好自己，所以才可以让你保持得这么的好。我就很怕我以后胶原蛋白流失之后就什么都垮了啊什么的，所以我可能会疯狂吃胶原蛋白。不是便利商店不是有那个，就是蓝色那个果冻吗？我就会改买粉红色的。我没有胶原蛋白过剩是什么一个奢侈的愿望？我也想要胶原蛋白过剩。胶原蛋白是这个吗？还是胶原蛋白是什么东西？胶原蛋白是什么？我觉得我没有胶原蛋白，因为我太瘦了。我没去吗？我没去吗？切换新马甲。切换不是那个黄姐姐，现在令她送的红玫瑰。我阿嬷的脸也很圆欸，我阿嬷的脸很圆啊，她有胶原蛋白啊，我阿嬷的脸是圆的，然后有肉的，我阿嬷也是。哎，我阿妈很多胶原蛋白，要被你们这样一讲的话，我阿妈也很多胶原蛋白。我阿妈是那种不是瘦瘦的那种，我阿妈是有丰，是蛮丰腴的那种，就是像很像花妈的那种感觉。小圆脸很可爱啊，那 没什么，我现在是一个包的，反正今天没什么人看嘛。现在几个人？我来看一下，现在几个人。60、70，还好啦，没有很多人，100多才算多。发型有一点点，但没有完全，就有一点点，一半吧，1/3。
等一下，一个半小时了，我要关掉了。现在我在念邦了，聊太久了。我的手机呢？我的手机呢？欸，我手机不见了，我的备用机不见了。我要念邦，哦，找到，在这里。谢谢大家的红玫瑰，有啦有啦有啦。第一名是，哎，这是好像是前几天的。不是啊，为什么？谢谢别人的掌声鼓励，我以后不会，我又没有遗传到，我没有遗传到我阿妈的，哎，我没有遗传到我阿妈的基因啊，有吗？我不知道，好像有，又好像没有，不知道。谢谢高桥陈特工队长送的啾啾你哦。欸，可是现在很多人看的，欸，怎么会变这样子啊？是大家都握手会结束了吗？都叫阿嬷了，怎么会没基因？是吗？有那个血缘关系在吗？谢谢别人的，应该是说阿公可能有，那阿嬷的话，我爸啦，我从我爸那边，但是我爸，但我也没有像在我爸很多啊，不要像我妈啦，我像我妈年轻的时候。家树在打工哦，家树上班加油，这部还没开始哦，所以大家都来看我直播，而且现在应该也只有我一个人来播，我相信一定是只有我会选择在这个时间，因为没有时间了，我明天要握手会。第二名竟然是高桥成特工队长，好好好好难得。第一名是凛凛神推，周末的下午优雅的时间，优雅的时间是一个喝下午茶的时间。其实我还蛮喜欢喝下午茶的，期待明天跟凛凛的握手。小约会 ，OK， 谢谢深九号星九号球送的美光灯，还有音效卡。第一名是零，谢谢号球送的音效卡，专业直播间。第一名是零零三退。Quickie 不算啦 ，Quickie 不算 ，Lady M 才算。哎 ，Lady M 才算。哦，我还没有跟你们分享过一件事情，就是我只有吃过一次 Lady M， 之后就不会再想吃。然后我没有吃过那种，我没有吃过那种西提，我也没有吃过，我也没有吃过那个小笼包，那叫什么？台湾那个小笼包叫什么？忘记名字了。鼎泰丰，我也没有吃过鼎泰丰，我也没有吃过西提，我也没有吃过牛排店，很高级的那种牛排，我都没有吃过。然后我也不是没有能力去吃，可是我就是对吃完全没有欲望。我宁愿买那种35块意面，我也不要花大钱去吃西提。我不知道什么，我对吃是一个完全没有欲望的女人，很酷哎、欸。然后就是别人说你可以叫你爸妈带我去带你去吃，但是我爸妈绝对不会带我去吃那个。然后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导致我长大，我也完全对那些美好无兴趣。反正就是我对吃就是完全没有兴趣，就是我宁愿去买那个35块意面存钱，我也不要花很贵的钱去吃什么西提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那要不要加点蛋糕？反正 Lady M 是可以，这种甜点店可以接受，但是那种就会完全没有欲望。刚刚喝了下午的咖啡，你说边看我直播边喝咖啡吗？
下次叫切晃姐带你去。好，明天来跟你对眼七秒。好，说你说好你说的哦。好，便宜的食物还是最好吃。我觉得意面很好吃啊，玲玲很好养，我超好养的。我反而很喜欢吃路边摊，你知道，台湾越脏的小店越好吃。对，这是一个传说，但是真的，到台湾越脏的小店越好吃。你看他身材就知道他很懂吃了，谁啊？看谁？第一名是玲玲神推，谢谢玲玲神推。第二名是高桥城特工队长，谢谢高桥城特工队长。不对，意面便宜，但兰蔻贵，还好啦，兰蔻还好啦，好用欸，好用就可以，好用代表一切，好吧？你只要好用就好，不要贵，然后不好用。一兰也很贵，一兰还好啦，还好，我觉得一兰还好，我觉得贵的要做教父牛排才算贵，我觉得教父牛排才算贵。我超想去吃的，因为我没有吃过牛排，我没有吃，我只有吃过我家牛排。只是我爸生小时候，我们生日的时候，我爸都会带我们去吃我家牛排，这样。我家牛排，跟贵族世家，但是我没有吃过在更高级的牛排店，因为我会吃不完。我觉得牛排太多了，我没有吃过。反正我对吃我没有欲望，我完全没有欲望。对，好，继续讲。你可直接包红包回给我，或是那个给我礼物，但我绝对不会，我完全对吃完全没有欲望。我宁愿买50块的吧啦，就是对吃没有欲望啊。我就喜欢吃35块的意面这样。然后第二名是高桥城特工队长，第三名是宣九号球，第四名是小翔，第五名是变成新香柠檬，第六名是北原，第七名是晴湖，第八名是羊圈里的鹿，羊圈里的鹿是栗子的粉丝，第九名是不当不到，不当不到，不当，哎，为什么不当不到兔？不当不到兔，对，谢谢。不当不到兔，第十名是 TS，谢谢 TS。第十名是 Licky，谢谢 Licky。耶，葵葵是第12名。哦，鼻子好痒啊！其实我也是大多都吃不太出来，比较贵。哎，你们有没有看老高的影片？就是他们有一集是超香的牛肉跟。就跟那种很贵的那种上等牛肉放在一起交换，然后他们拿去烤，然后老高根本吃不出来到底哪个比较好，就是它是一个就是意识决定料理的东西，就是你的意识觉得说哦那个很高昂很昂贵，你就会吃起来就觉得哦很好吃，但是你只要知道它是一个超商，你就随便吃，反正就是意识决定吃下去的食物，所以那种印度的路边摊这种。你只要把它想得很贵，你搞不好也会觉得很好吃。因为我最近很常看印度料理，我不知道，因为我说过我最近有研究印度文化，然后我就上网看印度的食物，然后他们街头卖的食物，然后就会有什么牛粪做的饼啊，或是那种有点很没有那么卫生的路边摊用手在做的东西，那种饼皮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不敢吃。但是如果你要意识到，就是哇，它其实很昂贵啊，它是一个非常昂贵的食物。然后你撇除其他在地其他你原生的国家，你只要幻想你自己是印度人，然后你在那个文化长大是一个文化，然后你就会觉得哦，那是一个美食这样。又想点个红字，没有，你会被吃。真的，在印度牛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动物，你不能摸它的头，还是怎样的？反正就是不知道，反正就是牛对他们说很神圣，连他们的粪也是神圣的。就他们会把牛粪做了很多食物，他们真的会吃啊！真的，你们自己去查啦。你们看了会很惊讶，我自己看了也很惊讶。好，差不多，红酒也一样。哎，我跟你们说，我真的，红酒也是300关3万，就是对啊，那叫什么意识决定
决定食物嘛，玲玲生日会想收到猪排颈造型蛋糕吗？那是什么东西啊？那是什么东西？那是什么东西？吃可以吃吗？不行，下次要来认真变印度人了。那是什么东西啊？你可以给我看一下吗？好啦，我要下播了。拜拜，我们明天见。本丸拜拜。本丸拜拜，老高的副频道的影片没有我昨天滑到的。可是他们烤的很好吃的感觉，他们做的很好吃。那个是用什么做的、啊？我也想吃吃看他们做的那个牛肉，感觉很好吃。就是我喜欢吃那种完全瘦肉的肉，然后烤，应该是说那是煎吗？然后淋酱汁的那感觉很好吃。我下次要叫我。下次要就是问我阿妈怎么做，买那个牛肉给他做，教我怎么煎。好啦，拜拜。拜拜。不要吃牛粪饼就好。我不爱吃，不会。它没有味道，牛粪饼没有味道，因为牛是吃草的嘛，所以它的粪也是草组成的。草没有味道，就像有时候我去吃牛排嘛，然后不是点三分或五分都会有，都还会有血残留嘛？啊，不是我之前都不敢吃嘛，然后我爸就跟我说，没有啊，它是牛是草食性的，所以它的血是可以吃的。对，牛很万能，它可以做牛皮耶，它也可以做任何事情，就是牛是一个很万能的动物。对，好，我没有尝试过，没有。好啦，我要下播了，明天见，拜拜，拜拜。我想吃印度饼皮看看啦，感觉很好吃，但其他就算了。印度饼皮可以，但是其他就算了。而且在印度是不能吃牛的，因为印度牛是神圣的东西。好，拜拜。为什么最后的结尾是印度的牛？好啦，拜拜。明天加油，好，我会加油的。